哎，你们有没有推荐什么好吃的小吃？我想要吃，下礼拜可以吃。你说把我的脸烤来吃哦？空着手，犹如你来的时候。好哦，亲亲，拜拜。要多漂亮！我想要吃台南的那个温体牛。眼皮难免还沉重，你没错，是应该回家坐坐。鸣笛声。悄悄地刺进耳朵，这一次回首，恐怕再没机会问候。最后一遍了，换你躲进我伤口。哎呦，那个跳电，台南牛肉汤现烫。我一定要吃。想靠在想要懂我的天空，别说话，泪水你别带走，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锣鼓声的笑。我想要吃那个，你们知道有一间店是那个，半夜三点多要去排队，然后5点开门的那间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厉害。恐怕再没机会问候。不知道，这是台南啊，台南有一个什么牛肉汤的啊，我是看那个 YouTuber 介绍的。是的，6000，对，你们有吃过吗？好吃吗？泪是你别带走，镜子里的我遗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，别回眸。叫六千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好吃吗？感觉很好吃。凌晨三点排队，然后5点才吃得到，感觉很香，很厉害。没吃过。我本来想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有吃过，然后如果好吃我才想去，如果不好吃我就不想去。